各位观众请注意，本片经影视处审定为低俗喜剧。监制是一种什么工作来的呢？你知不知道鸠摩我来做什么？内容充满不雅用语。你个扑街张票弹了三次，你老尾个臭。得唔使下一个。成人题材。屌你啊张，叫我徐生，就算我肯剥啊，吓烂啲僆仔啊。政治不正确。黑工嚟噶，帮你悭不值啊嘛。你个卵样会帮我悭不值？歧视。点解要陪个斌妹瞓啊？个女又唔系练马师。及色情性描写。人哋要打飞机还跪你，咁梗系打得快啲噶啦。因此，本片被編定為比家長指引類別更高一級。Miss Zhang, I don't know what you say。家長指責類別。永成哥，你揾我有冇關照啊？我個老細，廣西嘅，有冇興趣上嚟傾傾？導演呢個故仔，正正係要表現出聯通喺國際社會上面嘅地位同埋重要性。呢位我哋香港電影監製杜慧章，大監製，大監製。浩龍哥你好。你唔止識我啊，你仲識過我添。那你到底为电影付出什么牺牲啊？你想知道我为电影做过什么牺牲？斩佢车，吓卵死你！你听着，屌你老味，系你班卵样！你唔好拍埋咁嘅卵屎戏，叫我系俾人炒啦！官人，我又要啲古装片嚟噶嘛？边有套啊？做嘢可唔可以唔好咁乸细啊？我仲有人睇《恐鬼症》啊，食紧药啊，你唔好再搵我拍生级片啊！沙龙哥。江普罗，点解你喺度？你不嬲中意拍咩？我从来冇过问。但你冇理由啊，离谱到捐钱俾艺盖大嘅大佬。全部咪喐，我都养咗你成晚啦。